当越来越多的美国华人把握了低利率的时机，一窝蜂向各大贷款公司提出重贷申请案的时候，如何比别人更早一步通过审批省大钱呢？东森新闻继续专访到美国知名的企业 GMCC 万通贷款，有资深贷款专家来为观众说明。贷款找 GMCC 万通，各种贷款不落空，聪明省钱万事通。我们 GNCC 万通贷款做一个 direct lender， 有那么100多个 lending resource 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贷款计划。关键我觉得很重要，还是要通过贷款顾问跟我们消费者一对一的服务，找到最好贷款计划。然后我想公司团队非常重要，我们有非常好的 process and underwriting。那我要解释一下，要请 Charles 具体解释一下。好，观众朋友你们好，刚才 James 呢有提到啊，这个各种贷款不落空。那大家也知道，上个月之前的话呢，这利息在不断的创新低啊。那这样的话呢，我们有很多的 refinancing， 很多的大部分的这个很多的广大的这个消费者，他们要这个要重新要贷款，那么就是要把他们目前的贷款的利率要换低啊。那这样的话呢，当然是说很多的这个生意要进来，那这样的话对公司的话呢来讲是也有一定的压力啊，因为生意一下子增多很多。那刚才James讲过，就是说各种贷款不落空。那这样的话呢，对我们这个 operation 来讲的话，我们有7个 department。 那在过去3个月当中，我们公司不断的增加人员，那我们要保持我们的这个服务的质量要高。所以的话呢，广大的观众，当你们在这个利息低的时候，你们要做这个重新贷款的时候的话呢，你们一定要找一个公司可以真的是一个贷款利息是低的，但是到底可不可以这个不要落空。所以的话呢，我们 GMCC 的话呢一定要做 refinancing 的话打电话，我们有很多的这个贷款经纪啊，这个会帮你们解决各种各样的这个重新贷款的这个问题。你比方说有的人他说，哎，我要做一些cash out，或者是说的话呢，我要把这个 arm 这个 adjustable rate mortgage 换成 fixed rate，那这种各种各样的需要我们都会帮你做。同时的话呢，最重要的话呢，我们公司后面有非常强大的后盾来支持我们的这个贷款经济，那使得我们这个各种贷款不落空。GMCC 万通贷款不只是美国两大房屋贷款商房利美和房地美双方都已经核准的直接卖家，同时呢也是真正的直接贷款银行，各种的贷款审核都可以透过一站式全内部作业快速的完成审批和放款。更多聪明的贷款秘诀将在下一次来探讨，也欢迎观众持续锁定。